在大会当中呢，能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品牌进入，包括对中国的这些跨境电商，然后呢还有澳洲本土的代购，在这个大会上面呢能有一些好的一些交流，然后呢能去发现一些好的优质资源，把我们这个跨境电商作为一个平台，作为就是说推广澳新产品的一个平台，让大家交流推广，然后把我们的澳新的产品，尤其是中小品牌的产品推给我们的顾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把中国的产品反向的推到澳洲来，甚至全世界。那么跨境电商也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当中，我非常期待在这次大会当中能够获得一些非常宝贵的实战经验的分享，那么能够有更多的火花的碰撞，也希望更多的品牌能够通过参加我们大会取得未来在跨境电商中国跨境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在悉尼等你。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